说这 FS， 问你在哪一个区间会递增，好不好？换句话说，递增递减把它抓起来几次微分？一次。所以说第一步，先把它抓起来几啊？一次微分。微下去是几？四倍 AK 几次？三次。减几 S？ 四 A 就是。之后麻烦一件事情，把因式分解好不好？提出多少？四 AK 十，好不好？所以四 A 三分提出四 S 剩几 ？S 分减几？一。之后再把 S 分减一分解是 A 加一 ，A 减一。请注意听，这边有个问题啊，很多同学是这样算。哎，第二步，求临界点。临界点怎么算？麻烦去定什么？一次微分等于几？零。令它等于你告诉 AK 是几？一负一，还有多少？零。很多同学忘记算这个零，所以说有几个？有三个，所以令它为 S 是一负一，还有几？零。第三个，判断一次微分正负区间，告诉我谁最大？一乖零乖负一。之后，请领导系数什么号？正号，正负正负，负的代表图形是递减，正的递增，负的递减，正的递增。第四步写答案，什么时候递增？负一到几？零。要重写一到几？无穷大，有这两段，看行不行？可以后 ，OK。